像是被我当心点带给我的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안아봐도돼요아그럼요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아니나밥다됐다좀만기다려我知道却不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네가나한테정말그런말할자격이있다고생각해서재원씨네최대한빨리부탁드릴게요지옥에서사는게어떤건지꼭꼭느껴봤으면좋겠다첫번째런칭행사때였나봐한잔하는게뭐어렵다그래왜나안깨우고미안해아침에너무정신이없었어여보미안해내가나중에전화할게수업잘해정말몰랐어그말을내가믿을것같니난있잖아너때문에내세상이다무너졌거든아린이포기해미안그건힘들것같아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但是那不能那种就可能在城市里当心你带给我的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아빠가이상하네지금상태가악화되는중일수있습니다입원해서집중적인치료가필요할수있어요재원아서재원또모르고나혼자뭐한거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孩子的姑娘